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墨豪书法。受一位网友所托，下边我来写“静心”两个字，然后再配上一首古诗，请朋友们给点个赞支持一下，不足之处还请多多指教，谢谢大家。分享到这里，请朋友们点个关注，下一期我们再见，谢谢大家观看。